台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特賣車》，我是武松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的指数啊，跌的比较多，那还是台积电的哈。我再强调一遍喽，良药苦口了哦。你应该没有看过这种节目了哈，什么东西可以买，跟你讲的清清楚楚；什么东西不可以买，哦，交代的清清楚楚。谁来我当做你的靠山？不是干那安尼尔呢？让我的标股来当你的靠山啊！到底是怎样当靠山？撤门一下啦！我跟你分享的股票长什么样子？我真的是懒了，一张一张翻的啦。我老师，我该收喊啦！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所有的那个什么，我所有的字卡全部都有日期，没有日期全部都是造假。我有造假吗？破美亭圣品2月15号，你自己看就好，我们直接看今天就好了，我也懒得一张一张翻的啦，你要一 看我一张一张翻很难啦，你去看前几天的节目就好了啦。来，我们的股票，你拿到的股票，我就给他问你一个问题啦，你有来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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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托一下，你有来的，你帮我做见证一下，我们的股票是怎么喷的？我们的股票是怎么喷的？我们的股票是怎么喷的？中间我通通都拿掉了哦，鬼堂通通都拿掉了，我也不解释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会飙？我都有讲我总不能说每天跟你讲说老师银邦，我太准嘴太准嘴哦，你倒就开始加工银邦。我前面跟你讲高利的时候，你说老师你的节目好单调，每天都在讲高利，高利天天喷了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高利，你说会不会太夸张啊？它不是每天涨它涨太多会大跌，结果呢，喷个鸡巴高利喷呢。它这里没有大跌吗？它这里没有大跌吗？它这里中间有没有大跌？大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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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前几天还大跌又创新高。但是我从头到尾没有改变过我的看法。我后面跟你讲什么？我再强调一遍哦，不管是不是你是不是我的会员的哈，我相信你也一样的哈。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你不可能什么都要，所以你要怎么做？用有效的资金去创造无限的可能，所以我必须放弃高利，去锁定下一档更标的股票，它叫做银邦。自己对时间，是不是在这里？破个气笑，从头到尾交代的清清楚楚。最近一次预告还是在最低点的时候，这不是喷到这里吗？整理过后的最低点，我预告看好要买，结果喷到昨天涨停板。我不相信你昨天涨停板你跑去买，以前我跟你讲银邦可以买，可以取代高利，你不买。一个月前叫你买你也不买，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前叫你买，最后一次跟你讲你又不买，你跟我说你涨阿伯我真不相信呢，对不对？我总不能从2月10号预告，我也不要讲前面啦，刚好台北股市这一段时间天天都在跌啦，喷到现在啦，喷到昨天啦，当然会震荡了，我也不能跟你讲说哇我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，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可能对他没有兴趣啊，你都赚这么多啊，对不对？你会这么想也没有错啦，所以我才要跟你推荐圣品啊。我也讲过了嘛，他就像一开始的高利是一样的，最早期的高利是一样的，你去看高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了，长成不成人形了，就像比较早前我跟你讲的银邦是一样的，现在你不会觉得银邦是飙股啦，它当然一定会震荡啦，所以我跟你推荐圣品啦，我只能跟你讲妖就是妖啊，你拿到股票啊，为什么我说你今天一定要来？为什么说你一定要来？你拿到的股票
写错安呢呢，不是今天就已经落几百点，落一千点嘛，同款啦。老师啊，今天台北股市大跌啦，有无？有大跌无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，指数有没有大跌？其实指数是在盘整啦，这一段时间都没有行情，那是因为台积电在跌，其他所有台北股市所有股票都在飙。你看到了吗？那你一定会讲说，老师啊，银邦我就不讲了、哦。银邦之后，我当然知道你一定会介意。哎呀，银邦涨这么多了，你还要叫我买？我也没有叫你现在去买啊。所以我会给你新的东西啊。我连续两天都会跟你讲圣品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圣品飙成什么样子？你拿到要飙成什么样子？为什么我说今天你一定要来？为什么你要来？继高丽、银邦、圣品之后，就是轮到他了啦，你不用猜啦。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会轮到他啦。我再举一个例子啦，你们那个老师跟他圣品你啊，你哎呦，你这运气太好了啦，这运气好有跟你讲高丽，高丽从头飙到尾的吗？运气好有跟你讲银邦，银邦从头飙到尾的吗？运气好有从圣品从头飙到尾的吗？我看法还是没有改变哦，他就刚像刚开始窜出头的高丽，就像刚开始窜出头的银邦是一样的，只是不可能每天涨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只有圣品而已吗？来，圣品之后我推荐的第二档股票叫做就他啦，超级闪电黑马啦，2月17号，我连续两天都讲同一档股票，好、哦，请你对日期啦、哦，没有日期绝对造假，我直接退出市场啦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的股票你可以自己对价格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对啦齁。我让你看今天就好啦。我让你看今天就好啦。几乎一价到底啦。其实我不是很想讲啦。因为我介绍的我讲的股票全部改写新高。银邦昨天改写新高。宝一上礼拜就创新高，到这个礼拜还在创新高。打击的创新高。圣品今天改写波段新高啊，今天飙到破世界纪录啊，这就是我给你的股票。我没有打算要公开啦，你不用猜啦。 我重点不是这个啦，我相信你最想知道的不是他啦，你最想知道的应该是这个吧？你如果真的想要知道，你应该是知道接下来什么要喷的吧？他叫三冠王，你一定要来拿的。你别当讲啊，我要上好你，结果你拢歪来啊！你讲老师我都没谈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也帮不了你啊！我能够帮你的，我能够做到的就是，你今天有来的，我全部都跟你分享，就这么简单。请你来电索取。天哪，每一只都喷到发疯了，这样好不好？你也不要猜啦。让你看一点点啊，哦，啊，你就不要再去猜了啦，好不好？不要自己去猜啦，哦，猜错就很麻烦啦，哦，不是台面上全，不是台面上那个一大堆老师跟你讲的那一档哦，不要侮辱我哦。我不用一张张翻啦，好不好？这你都知道啦，哦，几乎今天几乎一价到底啦，这就是我给你的股票啦，这就是我给你的股票啦，这就是我给你股票，未来一定喷的，真心要帮你赚大钱的。我相信你也不一定想知道啦，因为买不到嘛，那你可以买这一支。你真正的人会当来买这支，我跟你讲，电动车之王飙了几倍，我也不知道了。IPC 之王也翻倍，七字头飙到140几块。哦，安控之王最近几乎天天涨停板。你们老师，黑干美修喊，黑干美修喊，到今天哦，
个人阿公啥你敢知？老师啊，今仔是起几百点啦！我甲我敲电话，吼、哦，迄种话，我老师今仔起几百点，哈、啊，今仔无起哦。你可以感受这种感觉吗？这种感觉就是你行情是涨还是跌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啦。我只能跟你讲说，接下来就是要轮到他了，你也不用猜，就是要轮到他。但是我现在不会告诉你，我现在不会在节目上讲，可是我就是要跟你分享。好、哦，你来的我就是告诉你，我就是要告诉你他是谁，都、就是这简单呐、啊，都、就是这简单呐、啊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只有谁是真的在替你想问你好，只有谁是会跟你讲真话的。我们来回顾一下啦，哈，我卖掉行，我有给你预告不？我跟你讲的时候在哪里？不是最高点哦，隔天平高点哦，再隔两天的创波烂新高哦，我也没有跟你讲它最高点哦，真的不行，我一定会告诉你，而且我一定事先预告，就跟银邦一样，每一波的转折我都交代的清清楚楚。我不管你是跟我，你看我节目是买高利的也好啦，你去买银邦的也好啦，你只要赔半毛钱，你来找我啦，我负责到底啦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说我提早下车，我直接跟你明的跟你讲啦，跌到现在啦，那取而代之的股票怎么样？四字头飙到六字头。我还再强调一遍哦，你的资金只有一套，我不可能让你什么股票都有，我不是别人哦，你不要拿我去跟别人比较，嘿，差太多了啦，真的差太多了啦。啊，你说老师啊，这四字头飙到六字头了，我也没有叫你去追六字头的强生啊，所以我跟你讲什么，这是强生嘛，超越强生。我主要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上礼拜台股大跌，谁的股票创新高？这个礼拜台股大跌，谁的股票又创新高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今天台北股市大跌啊，它还在涨啊，它还在涨哎，拜托哎，哎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为什么我跟你预告的都这么精准？来，再来。我有没有跟你讲说不能买？我有没有杀到这里的时候跟你讲说落底要喷了？我有没有告诉你涨到这里你要逢高卖？我有没有在那暴跌一个月过后跟你预告这是最佳买点，只要敢买就是大赚？我有没有预告这里不要再买了？我只问各位，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？你会觉得很奇怪啦，你转市场哪有倒一个老师做这种事情啦？哎，你要知道、哦、市场上有台积电的很多、哦、但我讲的不是你喜欢听的，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会持续看我节目吗？但是我有因为这样子昧着良心看到我所看到的却不告诉你吗？我的目的是什么？我希望你赚到钱，那你没赚到钱我也不希望你赔到钱，这是我做节目最终的目的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全市场没有人敢讲，而你会讲，老师你讲得这么清楚而且还这么准，你想一个问题啦，现在你如果有一支股票，我跟你说现在不能买，要抬啊，请问你告诉我你还会持续看我节目吗？可是现在相反的，如果 我也可以跟像别人一样啊，每天跟你讲台积电很好啊，请问你告诉我台积电天天都在跌，你在很好，好什么意思的？你告诉我好什么意思的？那请问你告诉我， 你如果每天看的这种节目，或许你会很喜欢看这种节目，可是看到最后受伤的是谁？是你耶，你喜欢听耶，我每天锁定，因为他讲的都是我的股票啊，他每天都讲台积电很好，我不做这种事啦，我只是把我看到告诉各位啦、哦、为什么他还会再创新高？我有预告、哦、啊，创新高是给你卖的啦，结果公布答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来看证据啦哈，大家说不能，大家都说不好的时候，我跟你讲要落底要喷了哦，有没有喷上去的时候，在几乎最高点的时候我请你逢高卖，然后杀下来的时候最佳买点，只要敢买就大赚，
跨了贵啊，对不对？刚好是台北股市最低点，台北股市最低点，我说什么？要大赚的趁现在赶快来，趁人气我取大捡便宜。请问你告诉我，难道你看不懂这什么意思吗？十二月九号，你去查一下那个是不是波段最低点？那是不是？我只能说，外资、外国人不懂台积电哦。哦，我就不再解释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哦啊，这我就不解释了啦。哈、哦，现在你跌到哈、哦，也没有人会跟你讲说该怎么办，然后老师汉逊要怎么办，立达要怎么办，我也不讲，因为我只要讲哈、哦，你都会觉得说我是在打压行情，我在打压个股，我从来不打压个股，我只是把我看到的很客观的告诉各位。你喜欢听好听话，你去看别人的节目；你想听真话，你再看我的节目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我只会告诉你真话，因为我只会告诉你我做了什么事情，然后你去对日期。我的日卡只要没有日期，直接我的日卡只要没有日期，哦，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我是造假。我所有的字卡全部都有日期。哦，至于云邦我不解释了，每一次都预告。拍谁啊？连最高点我都跟你讲，连高点不能追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啦。啊，我不交代了，证据都在这里啦。哈，每一次，每一次，每一次，你可以回头去看我所有的节目。这是我一开始的时候，然后喷到这里，我跟你讲说你不要去买。等到这里，我跟你讲可以买，而且我要买的时候，我还先跟你预告，节目上公开预告哦，节目上直接明讲哦。然后涨到这里，我说不要买，跌下来我直接节目上公开预告，我说我要买，然后就喷升喷，从封关前这一段时间，天天喷喷喷喷喷喷，涨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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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涨，锁到封关了，好，一直到最近，他这里这么整理一段，就整理一段嘛，一直到二月十号，麻烦你去看我二月十号的节目，我节目上讲什么？就跟上一次要封关之前我买完它就一直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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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的道理、哦、我节目讲了什么你去看我二月十号节目，我说我看好我要买，台北股市一路大跌、哦、这不是小跌就是大跌，不就是小，不是跌就是跌，它就是小涨、哦、然后不太跌的时候它就涨停板了、哦、你不要告诉我说你涨停板你去买了，我讲很久了，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你才认同。哦，你真的想买，你还不如买这一支啦。高利我已经不解释了啦，英邦我也懒得解释了啦。接下来取而代之的高利，不，取而代之的圣品，我先讲哦。我没有跟你讲高利不好、哦、我也没有跟你讲银邦不好、哦、他们的趋势通通是往上走的，大波段的趋势都没有改变，只是说不管是什么股票都没有可能，都不可能从头到尾都在飙，你听得懂吗？可以买的时候我会告诉你，不能买的时候你就先不要买，当它喷出的时候它就是要喷出了，你不用猜、哦、那最近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就是它了嘛，那后面呢？我现在跟你讲圣品，你也不一定敢买啊，因为太恐怖了啦，老师太恐怖了啦，太恐怖了啦！啊，我只能跟你讲，你拿到的股票就涨这样子，你拿到的股票就涨这样子，你拿到的股票就涨这样子，你拿到的股票今天几乎一价到底啦，我不解释啦哈，我只跟你讲说现在你要买什么啦，还有个东西哦，哦，这我讲过了哦。这是我封关前一直在告诉你的，谷底加复苏容易创造十倍股，所有人都觉得神经病，因为大家都认为没有行情了。可是现在大家不会觉得没有行情了，最近这两个礼拜大家开始彷徨了。好，我还是要告诉你，谷底加复苏易创造十倍股，因为从最不好变大好，它的成长空间最大。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疫情期间什么最不好？最近什么股票很会飙？我只能告诉你，我现在一个字都不会讲。我不可能蹭更更啦，我能证明给你看的，
我通通都证明给你看了，我的目的只是要让你知道我是怎么在操作股票的。现在有一大堆人跟你讲，哇，观光多好，解封怎么样哦？我现在一个字都不会讲。会有一大堆人都来帮我们抬轿，你现在看不是一堆人在帮我们抬轿吗？好，啊，你不要说我没有讲，好，因为我也不想讲。你总不能告诉我老师，你每一等你哇，你太棒了哇，嘿，高利哇去几倍啊，银邦去几倍，然后呢，这么圣品过来啊，惊死人！我就看你这部就好啊。我现在只能告诉各位，你现在真的想要买股票，你要趁现在。老师今天大跌，有没有机会？要买什么？买三冠王啊，电动车之王 ，IPC 之王，多恐怖！安控之王。之后就是轮到他下一棒，下一支最强的妖股，我已经讲过了。我说他会是最强的一棒。啊，为什么会是最强的一棒？你来你就知道了啦，好，因为拿到赚到，就跟我之前跟你讲银邦的时候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讲的时候是七字头啦，你可以自己去对啦。这七字头嘛，这是不是七字头？这不是七字头？最近最高多少？140几块，不是翻倍了吗？有没有拿到赚到？我只能跟你讲，你拿到赚到了，真的是拿到赚到了。而且我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它是最强的一棒。我今天要送给各位下一棒，下一支最强的妖股，我就是要送给你，来电就送，打来就有，会喷到发疯。你看到高利喷到发疯，你看到银邦喷到发疯，你看到圣品喷到发疯，你买到的是太夸张了。到今天还在喷了，拜托，今天大跌呢，拜托，哪还在喷呢？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，他最强的一棒，下一支会喷到发疯的股票。你看到高利喷到发疯了，你看到银邦喷到发疯了，你看到圣品也要喷到发疯了，接下来你会看到他也喷到发疯，今天打来直接送给各位，贴到摊到，什么都不用想，今天就是要送给各位，电话开通，直接送你，打电话进广告。金兔要动迎新春，188如意开运专案，让您红兔大展，福到财也到。财神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-3366，851-3366，鼎业投顾。SBN 财经台，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
赚车。欢迎到我家乡，再强调一遍哈，你想要大赚的，赶快打电话来，阿雄送给你，诚心诚意跟你分享，不要客气，不要压力，先赚再说。你今天一定要来，哦，今天就是要送给你啦，打来通通都有啦，来电就送，打来就有，会喷到发疯。哦，你看到电动车之王喷到发疯 ，IPC 之王喷到发疯，安控之王喷到发疯，接下来准备喷到发疯的股票就是三冠王，下一棒，下一支最强的妖股。真的是拿到赚到哦！请问你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拿到赚到？你拿到的股票涨这样子，你有没有拿到赚到？我请问英邦，你有没有拿到赚到？我不知道标几根涨停板了、啊，七字头飙到140几块了。我只能跟你讲，下一支会喷到发疯的股票，多迪加，多迪加，最强的一棒要送给大家，要跟各位分享，要送给今天有看到节目打电话来的人，不限任何名额，有看到节目都可以打电话来。我们的助理会告诉你是哪一档股票，它叫做三冠王，它是下一周会喷到发疯的股票，就是要送给大家，不限任何名额，我快来再把刮金卡点回来，直接送给你，打电话，祝各位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